就是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先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呢，今年的最强寒流真的是来报道了。从今天晚上开始，北部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波寒流的威力，而且预计一路要一直冷到周四的白天才会回温。不过实际呢，要达标寒流等级，台北呢测站说是要到达十度以下，预估可能只有两天。对比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当时全台急冻是长达96小时，这波寒流其实持续的时间相对的比较短，强度也比较弱。强冷空气南下，即将迎来入冬之后首波最强寒流。而如果是要寒流达标的话，必须是以台北测站的温度达到十度以下。不过现在各项的资料数据都显示，这次寒流的等级比不上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霸王级寒流它的形成原因，实际上来讲，它跟北极震荡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那它在整个爆发的过程里面，它这一个西伯利亚高压，它的强度非常的强。那相对这一次，它的位置或者强度，实际上来讲，都还达不到霸王级寒流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也别忘了，霸王级寒流对台湾来讲，那是百年一遇的一件事件。2016年一月下旬席卷北半球的寒潮被视为是极端天气现象，副北极震荡是最主要成因。而这一次的寒流极地涡旋冷空气外溢，虽然主要影响的是中高纬度，而不是冷空气直冲台湾，但是确实扫过台湾附近，系统配置下多少对天气造成影响。这一次主要是因为蒙古西伯利亚那边的高压，它逐渐往东往南移动，那它逐渐靠近大陆华中一带地区，我们这边也受到它夹带的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所以造成温度普遍降低。它是比霸王级寒流要没有那么强了，要略微弱一点，但是很可能跟前几波大概可以造成北部地区6度左右低温的这种寒流是差不多的。那其实我们台湾本来冬天1、2月份就是我们最冷的两个月，所以在这个季节出现这样子的寒流也算是正常了。霸王级寒流当年激动台湾长达96小时，续航力持久。反观跟这次寒流预报时间相比，预估22号周一晚间北部明显感受寒流威力，紧接着周 2、周 3是这次影响最有感的时候，周四清晨可能也寒冷，直到白天才渐渐回温。不过达标十度以下，预估真正影响时间是2天，不论如何低温来袭仍然要严阵以待。影响时间来说是稍微有比较短一点点，但是还是算是属于比较长时间影响的这种寒流的类型。这波寒流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影响到礼拜三的一整天，都会是持续性比较低温的这种情形。那在搭配上今天到明天来说，有华南云雨区在东移配合着影响，那几乎是台南以北地区到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机会下雨。那低温再加上下雨的影响之下，大概这种湿冷的感受上会变得非常的明显。那跟一般这种干冷型的寒流比较之下来说的话，可能对身体上影响也会再更大一点。1500公尺上空零度线即将压进台湾北部，周一晚上一路持续到周三中午，长时间低温，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最冷，周二北部普遍预估亮起橘灯，代表低温达到6度或者低温10度，且连续24小时低于12度，甚至局部红灯连续24小时都在6度以下。再往南走，普遍也是低温10度以下，所以可以说扩及范围，全台都有感。零度线是主要来看这个冷空气它本身的强度跟它的移动趋势。那以这一波寒流来说的话，确实这个冷空气南下的幅度算是还蛮大的。那整个冷空气强度也有一定的程度。那只是说这个算是蛮常见的这种低温南下的形态。干冷跟湿冷它是可以交替的。那这种交替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冷热在交替的过程一样。可能也会对我们造成我们在那种感觉上面落差非常大，那个可能对于人体也好，对于农作物或者渔业来讲，它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另外一个形式的伤害。
周一晚上到周二，尤其北部和东半部水汽变多，而中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体感温度相对还会更冷一些。北部宜兰1000至1500公尺以上山区，以及中南部花东2500至3000公尺以上高山都有降雪几率。直到周三寒流继续发威，但水汽就会减少，因此要留意这一波属于先湿冷再逐渐转干。即便不像霸王级寒流的威力，但湿冷天气形态对身体所带来的感受仍然不容小觑。台北新闻连志洲宣台报道。好，这波的寒流连屏东都下探10度，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真的是格外辛苦。虽然台湾过去呢不曾因为低温放假，但劳动部的职安署则有订定寒冷天气期间的户外作业安全健康指引，提醒雇主应该要注意劳工的安全。穿上防风防泼水外套，戴起安全帽，拿着工具清洁队同仁准备出门工作。清洁队人员来到户外，将马路上的垃圾一一扫干净，但外头飘着细雨，工作也不能因此停摆。我们这是一件 GOTEX 的雨衣，然后里面是吸湿排汗，然后透气又防泼水。工作人员身上穿的衣服就是由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防风防泼水外套，毕竟平时都在户外工作，要抵御寒冷需要外套防护，而办公室也有提供姜茶暖暖身。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其实都会准备姜茶给同仁来先饮用，之后那暖暖身之后我们再出去工作。那另外我们针对一些有像呼吸道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同仁，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按时的一个服药，然后我们也要留意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工作的同仁之间也会互相的一个照顾。清洁队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在外头，在低温之下又没有注意保暖的话，确实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如果说像遇到台风天的话，那其实确实有可能会因为外面的风雨太大，而我们会去停止一些因为同仁的安全来停止同仁一个相关工作，等到风雨比较小的时候才会去出行这样。每到低温或者是寒流报道的时候，不论是上班族或者是户外工作者，当然都会很希望可以因为低温放假。不过目前根据台湾的法规规定，现在只有因应天灾才会放假，并没有所谓的因为温度而放假的经历。虽然在台湾没有低温假，但劳动部职安署则有规定，寒冷天气期间户外作业安全健康指引，包含雇主要提醒劳工穿着适当防寒衣物，留意健康状况，供给温热饮品也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适度调整工作内容。最重要是因为天气很冷，主要是提醒 做一个及时的提醒，因为这个预防的一个做法并不是非常的困难。以职安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放假，而是说避免灾害的概念啊，要不要放假，这是由县市主管机关依照实地的状况做评估考量啊。它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作业活动上下班期间的不方便而可能造成一些灾害。虽然户外工作者要因应低温放假有困难，但位于山区的阳明山国小却先因为低温让学生放两天，也是全台首例。所以课后班就暂时不用来，是不是？嗯。那老师怎么安排你们的功课？如果这两天的话，就没有功课。在昨天就召开了紧急的一个内部的共识会议，我们就做成了明后天，停课，然后下礼拜一跟礼拜二来补课的这个因应措施。学校考量所在区域的学生住家可能会下雪，甚至路上出现结冰的情形，担心影响移动上的安全，因此针对国小的课后照顾班以及幼儿园的课后留园都先暂停。我们刚好两个班，一个是国小的课后照顾班12个人，然后幼儿园的课后留园也是12个人。那针对这两个停班之后的一个影响，可能我们要考量到仍然有家长他无法居家照顾，那仍然需要上班，那学校仍然保留这个弹性，家长仍然是可以将孩子送来学校的，我们仍然会妥善的照顾小朋友。而同样位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则表示，因为过去没有放低温假的相关规定，但如果温度太低影响人员上下班的安全，会视情况讨论是否放假。也有医师提醒，低温之下使用水仍然有冻伤的风险，而冻伤分为4度，第1度皮肤会变红变紫，第2度则会起水泡，
第三度皮肤内出血起血泡，第四度就会发黑，严重需要截肢。医师提醒，冻伤就算是第一度，也要尽速泡温水处理，避免烤火，否则不慎被高温烫伤。TVB 新闻何将谢丹慈台报道。好，受寒流的影响也提醒民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民众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一定要做好保暖。医师指出，因为只要温度够低，在外暴露的时间够久，面对低气温就有可能会成为失温的受害者，而且失温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像我在办公室就会常备这个电热的披肩，然后还有这个电热毯，因为其实有时候还蛮冷。披上电热披肩，全身立刻暖了起来。入冬最强寒流来袭，上班族在办公室必备的保暖小物，还有电热毯及随身好携带的暖手包，就算温度连环降，边办公也不会觉得冷。以暖手袋来说，一般比较轻便型的暖手袋，它就是可以握在手上或是放在口袋里面加热。那近年有兴起更进阶一版的，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连脖子可以同时加热的，这种就非常受到通勤族的喜欢。那电热毯一直都是追剧神器哦，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你在客厅啊或是你在上班办公的时候，电热毯它可以随时保持你的，就是让你的体温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全台大降温，民众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做好保暖，因为只要温度够低，暴露时间够久，没做好万全预防，面对低气温就有可能成为失温受害者。最明显的症状包括全身发抖、呼吸急促、手脚僵麻。医师表示，失温现象在东北亚还有寒带国家较常见，但像是露营、登山等活动，长时间暴露在冷空气中，严重低体温，就算是年轻族群也不能轻忽。有一些像是如果你去露营的话，那在晚上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做好保暖，那有可能在半夜的时候到清晨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天当中最冷，因为辐射冷却效应，所以其实我们在半夜的体温，在凌晨的时候体温是最低的。那再加上如果你可能在空旷地区没有做好保暖，可能你的体温就会一直往下降，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被发现的时候体温可能只有30出或者甚至20几度，那种就是低体温，甚至会容易冻死或是失温而产生一个严重的心跳停止的状态。一般来说，正常体温是36到37度，但当体温降到35度以下，人体就进入了失温状态，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及致死性失温4个等级。以重度失温来说，体温低于28度，大多失去意识，陷入昏迷，必须插管进行呼吸道保护；而一旦体温低于24度，致死性失温的患者便会失去生命迹象。失温如果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律不整，出现一些意识模糊的这个状况，那在更低下的状况，也许超过低于28度就可能产生死亡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低温的时候，在寒流的时候，大家特别注重保暖。医师强调，任何一种热量流失都可能会导致失温。热散失的4种途径有热传导、热对流、热辐射和蒸散。像是汗水会从体表蒸发，每一公克会带走约600大卡的热量，增加热能损失。基本上我们的体表就是蒸散，就是从我们就排汗之后把热量带走，或是我们小便从体内把热量带走，借由水分这样带走。那或者是一些热辐射，或者是一些对流，那基本上我们在体表的部分还是以这个蒸散的一种温度的散失为主。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维持你的体内的一个温度的话，它就开始慢慢的下降，因为它透过所谓蒸散或体表散热的方式，让体表的温度开始往下降。这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寒冷。不过，想要帮助患者回温，电毯、暖暖包这些贴身的保暖用品使用上也要特别注意。医师提醒，过热的暖暖包、热水袋有可能会增加心律不整或是烫伤的几率。如果老人家用暖暖包的话，那第一个你要看一下皮肤有没有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红肿的这个表现。那小朋友也是一样。那所以最好，如果真的是要用暖暖包，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毛巾或者用一层布，然后来帮助它阻绝它跟皮肤的直接接触，那可能保暖的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强，但是比较安全一点。入冬最强寒流发威，容易引起低体温，对身体危害大。外出多带件衣服外，同时也得注意
保暖用品的使用安全。 TVBS 新闻李国正、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好，今日房价的话题来看，台北市开发的早土地珍贵，房价也高，而且就算是四五十年的老旧公寓，因为低总价又未除，北市地区仍旧非常的抢手好卖。方正的三房格局搭配明亮的采光，这间坐落在内湖的公寓是抢手物件。就算屋里已经超过四十年，因为价格关系，仍旧在蛋黄区有着极高的询问度。因为在台北市 的整体结构上，大部分的中古屋、中到旧的产品还是比较多啦。那当然就是工业产品在早期到现在，其实还是受台北市的购屋族上，因为价格上啦、一些其他的需求等等的，还是会比较多。这个是符合客人的期待这样。就算是比较老旧的公寓，在台北市仍旧很抢手。不止内湖，包含中正、万华、大安、文山，老旧公寓的销量仍旧非常高。根据数据统计，台北市屋龄中位数为 35.5 年，等于半数交易案件屋龄超过 35.5 年，等于是七都最老。交易案件当中，屋龄40年以上占比高达 37%。 其实台北市的屋龄其实平均已经超过30年嘛。那我记得其实在整个全台湾的平均屋龄比较年轻的是在新竹那个区块这样。哦，那台北市屋龄比较多，当然但占多数的屋龄比较3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可能在统计上就会发现，哎，怎么台北市的成交的屋龄都来到30年以上。房价分析原因在于总价落在1500到2000万之间，对于民众来说负担比较小，加上未来都更优势，让台北市的老宅仍旧很抢手。另外，其他城市屋龄最年轻的是新竹县市16.4年，再来是桃园市是8.8年，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中位数屋龄则集中落在24到26年之间。很多区域开发的比较早，速地稀缺，所以呢，在这个都更围绕重建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普遍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偏高的。另外一方面呢，台北市的新屋价格非常的高，那很多呢要买在台北市的这个买方呢，他只能选择就是屋龄比较高、单价比较低这样子的一个物件，所以呢，平均购买屋龄呢都超过了30年以上。那么在观察其他区域呢，尤其像是新竹县市，这几年呢受到竹科的带动，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从化区的形成。那么因此呢，建商也积极的推案，在这几年呢有比较多的这个新案的产生。那买方呢也因为竹科的购买力比较强，对于新物的要求跟需求度都会比较高一些。万一真的你没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规模，就是你的基地面积，以前所有的围绕就是说不限大小，哪怕你是10坪20坪都可以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那现在如果没有的话，你变成你的规模至少要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的这样的基地规模，也就是大概要300坪或者甚至到500坪以上的这样的规模，才会有享有这样的一个奖励。专家分析，桃园新竹后期开发力道强，加上年轻人移入，房屋新建多，屋龄也相对年轻。台北市则是早期开发，近年新建案多采取都更、围老等方式办理。就算是40年老房屋，甚至是50年，只要地段不错，以捷运站近，都还是能维持高价行情出售。加上公设比相对比较低，实际使用坪数实在，在房产市场仍有显著优势。我要选择机能相对比较强，大概也只能屈就比较老的房子才能够符合预算。那第二个来说的话，是整个市场上面老屋的占比而言的话，纵观七都而言，北市它的占比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购物人纵然想要选择比较新的案子，可能也比较不那么的容易。那我们也其实可以观察到，在这几年新案如果推的相对比较多的县市的话，它的新屋成交比重也会比较高，比如说像是台南、高雄。那另外来说，桃园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政府的政策里面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长期对于围老跟都更只考虑到建筑物的部分，而没有考虑到建筑物里面的人。因为围老跟都更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完成，所以对那一些来不及做都更跟建筑物更新的这一些居民来讲，其实他们的风险很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应该先注重人的训练。台北老宅老而弥坚，随着地段交通方便，老房子也能有漂亮价格。 TVBS 新闻刘华来明台北采访报道。
以开发国家当中哪一个国家最会存钱呢？根据相关的统计研究，日本绝对是在榜上，而且日本的女生很会存钱。日本全国的个人金融资产高达台币420兆。来到日本旅游胜地，除了有观光客的身影，还有不少是来国旅的日本人。不管是旅游放松还是逛街消费，根据调查统计，有一半以上的日本退休女性并不担心自己老年生活的用钱问题，因为早在年轻时候就养成了省钱跟存钱的好习惯。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全国的个人金融资产共约1900兆日元，换算台币约420兆，其中现金和存款就高达了1065兆日元，相当于把50%以上的可用资金全部放在手边，或是存进银行省利息。而股票、债券投资只占了资产的16%，若以家户为单位计算，日本家庭的储蓄率是高达了53%，跟其他国家比一比，美国只有13.7%，欧盟平均也仅有30%左右。日本的那个年长者，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来说，他们叫做昭和年代、昭和时代的这些人们，大概是我们现在年纪大概是50几岁以上啊，他有雇用保障，然后呢，再包括银行的利率其实是够高的。过去的日本人，因为他们本身获利高，他们放银行放利息升利息之后，就能够就等于他对他们来讲储蓄就等于理财了。但是呢，现在的一个状况里面，储蓄不等于理财，也就是说，当你手上有钱之后，你怎么去理财这件事情才是重点。在已开发国家中，日本实属罕见的储蓄大国。进一步统整多数日本女性的省钱小撇步，包括了刻意不买居家生活便利物品，寻找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并且小心落入周年庆的消费陷阱，崇尚自然疗法赚到健康免花钱，出门玩也避免用花大钱的方式，反而是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以实现省钱的小旅行。不过随着年代推进，日本年轻一代对于储蓄理财观念也正在翻转。在日本生活长达4年的小西就很有感。我身边的朋友是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没有，最严重的是赚多少花多少，然后基本上在理财的就是没有了，可能先付了房租之后再付了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费，然后可能偶尔有些旅行干嘛的，然后就花掉了。问题出来就是说，后来日本因为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把就银行利率降低，也就是说你今天放银行，你放了100万，你可能放10年，可能就是101、102这样子一个状况哦。那所以医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变对他们来讲，哇，完蛋了，我的规划就有问题了。所以变成是现在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哎那。那这好像不太对了。曾经存款年利率高达5%，但属于上一代的储蓄神话，如今已不适用。近年日本政府转而积极鼓励年轻人从年轻时开始存款，分散风险与长期投资，更陆续推出了包括少额投资不课税制，还有个人固定投资制度等税务减免措施，用投资可抵税的手段鼓励人民透过自己额外的长期投资，解决全球通货膨胀又老年人口化养不起未来的隐忧。其实日本自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是没有发生的，消费仅仅只增加了0.7%。台湾的消费者可能以年轻人来看的话，就会比较关注在及时行乐的部分。那也因此，就算整体的储蓄率有变高，但是在于中产阶级来看，或是年轻世代来看的话，月光跟入不敷出的比例也是节节的攀升。那主要的原因也可能来自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薪资的实质上涨的水平并没有到，第二个部分来自于房价上涨。在每年通膨压力下，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台湾，死死存钱几乎等于在赔钱。当大环境不同以往，理财方式也得要跟着与时俱进。TV新闻中的荣成文月台北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全球每个月使用的一次性口罩高达2000亿个，约有51个掉到海里。美丽的海洋，跟着镜头到水里一看，垃圾随处都是，尤其塑胶废弃物更多。净滩活动这几年有了新发现，就是它。
民众所使用过的废弃口罩变成垃圾，对生态造成破坏和威胁。因为口罩如果随意丢弃而流入海洋的话，其实对环境生态也会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口罩分为不吸水、多层过滤及吸水三种不织布材料，在海里漂流会卡在礁岩、覆盖珊瑚或是被鱼类误食。其实口罩不织布也是塑胶，在自然环境中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分解，若使用后任意丢弃，更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一般医疗口罩分成三个部分，材质各自不同。鼻梁压条是铁、铝等金属，不织布面是 PP 或 PE 塑胶，耳挂绳则是尼龙。如果抛弃到环境中不能自然分解，因为材质复杂，使用后有卫生疑虑，目前家户使用后的口罩是循一般垃圾处理。应该要确实的集中起来，再找到正确的地方去回收。呼吁民众们应该要把口罩回收起来，再去回收，就是集中处理。回收的话，民众确实只需要把它丢进回收桶里面，可是后续要有人处理。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希望民众可以自发性的将这个口罩啊，它能够这个回收的部分呢，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够先以民众民主意识、民众的意识先去自发性的去做回收动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可行的。口罩粉碎之后，就可制作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塑胶粒，而再将塑胶粒直接倒入射出成型机里，熔融注入模具，只要30秒钟的时间，就可制作出像这样的一个再生环保衣架。口罩回收这个是未来的世界趋势。那现在台湾的 ESG， 世界的 ESG， 然后关于碳排这一件事，我觉得在产业里面或者说在产品里面，它都要有一个生命周期。那生命周期它不只是被焚烧跟掩埋，它有没有在利用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一直在倡导说口罩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然后让它的生命周期更长，达到减塑的效果，减少塑胶粒的产生，让所谓的下脚料或者是废塑料再次的回到实质的塑胶用品身上。为响应政府政策及世界趋势，让台湾制造的产品领先世界，创造优势。比起其他纺织品，不织布的生命周期与生产流程较容易被回收循环再利用。疫情期间，全球防疫物资从缺乏到后续的过剩，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但无形中却增加口罩垃圾。口罩除了被焚烧以外，一部分抛弃到自然环境。现在的塑胶袋跟一次性的用品牙刷都慢慢在被禁用，所以说口罩能被回收、能循环、减塑再利用，我想这是一个世界未来的趋势。那我也希望说，台湾未来有机会，立法，台湾的口罩业者只能生产可被回收的口罩。我想这个应该对于台湾现在的环境，对于台湾的世界声量都是有帮助的。如果说大家用完口罩之后，在家里就把它好好的这个收集交给清洁队处理。好，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捷运站车站等公共场合，那边也有这个收集桶，我们可以丢到这个桶子里，那不要乱丢，以免造成环境的脏乱。业者在规划试办回收作业的，我们也是密切的在追踪他们的这个试办情形，来作为后续进一步评估的这个重要参考。民众积极将废弃口罩丢入回收桶，也能为全球环境持续性发展贡献一份心力，迈向永续绿色新生活。 TVBS 新闻陈如环、廖广斌、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